只需要200多块钱的拼装擎天柱，究竟能还原到什么程度？这期视频我来告诉你。大家好，我是肖稳，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还是由优乐帕克出品 AMK Pro 系列记忆擎天柱。那此系列的预组装形式大家已经不陌生了，我在全部的拼装过程中基本是不看说明书的，因为它非常好上手，适合各种年龄段的人把玩。而这次的记忆经典造型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在整个拼装过程中每段卡扣都保证了非常适中的手感。怎么样兄弟们，它是不是你心目中的擎天柱形象呢？除了高还原度的造型以外，身体上的外甲部分也采用了很多合金零件以及真实的掉漆和做旧质感，同时在眼睛内部也设计了磁控的发光灯组，并且有3种发光模式，虽然不能变形，但在把玩性上几乎弥补了这一点。不仅富有全可动的手型，甚至在车窗内部也还原了很多机械细节以及可拆卸的能源宝，在可动部分也很优秀，厂家为它设计了很多手动的让位结构，甚至就连手臂上的通讯器也得到了完美还原。在武器部分附属了擎天柱的大枪以及威震天的手枪，同时还有一把能量战斧。那最后就是六边形地台一个，像我所说的，优乐帕克的预组装系列介于成品模型和拼装模型之间，保证了高还原度的同时也不会看到穿帮点。好了，如果你也喜欢，记得给我点个赞，我们下期见，拜拜。